韶关云门山又是一个非常 nice 的好去处、啊、除了交通非常方便，好像从广州南站出发过去呢都是个零钟头，再从韶关站打车过去云门山呢就都不用40分钟。而云门山最吸引我的呢就是云上飞瀑旁边那个玻璃桥了。玻璃桥上边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深谷底下的全景的，全透明的底部站上去、啊、你都不是说不怕、啊、另外还有云上飞瀑那个电梯呢，它是集世界最高和最大的瀑布内观景的电梯来的。那瀑布的出水口呢就阔约8米了，从顶端直流而下，落差相当于50层楼那么高的，哇就真是够晒刺激了。云门山隔离的寿顶峰就是古语园八景之一的寿顶奇云了，文说那里时不时呢都会有珍奇异兽出没的、哦、那看看你够不够好彩可以遇到他们了。云门山其实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的，那去到呢几大都玩回2-3日才走、啊、那么适合一屋老乱去的地方不是不去是吧。最后提醒你记得去试下姚家特色美食啦。跟住嘉欣行广东，湾区就知多啲。